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haron，现在时间是8点多，我要去上课，上完课再来跟大家说，拜拜。我上完刚刚那堂 branding 课了，刚刚那堂超级多交换生的，大概1/3全部都是交换生吧，我有点惊讶到。那我现在要去图书馆借书，刚刚那堂课啊，感觉应该会不错吧。第一堂课就是老师有讲的蛮深入的吧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去借书啦。我要去5楼借书，5楼到了，里面不能讲话，所以呢，就带大家看一下。我借完书了，我现在要回家了。其实我们学校的书，它很多都可以在 online 可以看，但是我比较喜欢直接读书本的，所以我就会先去借书。那如果被借走的话，就借不到，所以就先赶快来借书。那我先回家喽，拜拜，到家再跟大家说。回到家了，那我现在要煮午餐。那我今天要煮的呢是苏志燮的减肥餐，从台湾带的菜瓜布。我的番茄呢？我回来了。那我们要的材料就是洋葱、番茄跟牛肉 ，Let's go， 三颗够吧。洋葱就是切到你想要的大小或者是长度。这一盆水啊，是拿来泡牛肉的，因为把它去一下血。材料就番茄、洋葱跟牛排、牛肉都可以切牛肉，就把牛肉切成你想要的块状或是大小就可以。
超多牛肉的。先把你的洋葱全部丢下去，把你的洋葱铺在最底层，番茄，铺完之后就会长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盖子让它焖，等会见。我来拌一下它。我刚刚好像忘记加水了。煮完，耶！出炉。那我刚刚还煮了一些青菜跟蘑菇，然后我现在泡个蜂蜜水，超难开的，因为很紧。哦，终于！跟大家讲，很好吃，可是呢，其实是不用加水的，在炖的时候火要开小一点，我刚刚忘记开小一点，结果我的洋葱烧焦，不用加水，但是还是能吃啊，是不是？只是方法错了，下次再做一次。第一层铺洋葱、番茄、牛肉，这样什么都不用加，盖上盖子去焖，记得开小火，不然就像我一样烧焦，因为全部都软烂了，所以也还好，也不会有什么烧焦味，只是有看到洋葱黑黑的，但是我把它挑掉了，好吃。吃东西的时候我要来剪一下影片哦。跟大家讲，我超喜欢吃半熟蛋，我刚刚煮的这个是半熟蛋，满满的牛肉。Hello， 我刚刚睡了一下午觉，因为实在是太累了。跟你们说，其实我才刚上学期刚考完试，五天之后就开学了，其实根本也没有好好休息过。放假的时候考了上学期的期末考，放假的时候就要准备期末考，然后呢，准备完考完试，剩五天可以放假，开始读书了，读昨天上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应该就录到这里了。今天是23号。哦，它上面写 Christmas Eve。 雪人，喜欢我这支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点个赞，还没订阅的赶快订阅哦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那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那我们明天见咯，拜拜。